韩国艺人李光洙、李先斌今天被爆料已交往五个月，双方经纪公司回应将尽快向两位当事人确认。今天有媒体爆料，李光洙与李先斌一起出演 Running Man 节目，为契机发展成为恋人，已经交往了五个多月。两人平时一起参加朋友聚会时，从不隐瞒彼此的关系，所以他们的恋情在身边的朋友当中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对于上述爆料，李光洙的经纪公司与李先斌的经纪公司先后表示将尽快向当事人确认，并第一时间做出回应。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了。